Hello， 欢迎来到我 YouTube 频道，我是小伟。那事隔了好几年呢 ，Go 终于推出到了我们的卡洛斯地区了。对，好，那前阵子呢，因为回去台南帮忙了，所以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拍 Pokemon Go， 但是玩还是得要玩，好不好？那卡洛斯地区推出之后呢，其实也抓了不少的宝可梦，对，新的宝可梦，像是这次有开放蛮多图鉴，先让大家看看一下我这次新的卡洛斯地区现在总共开了多少的图。那卡洛斯的御三家呢，在野外也是可以常常看到他们的身影，对，所以如果看到的话呢，我基本上就是会去找一下，然后用凤梨来抓它。那绝绝兔已经有把它进化了，对，我们绝绝兔已经把它进化成绝地兔了。好，那小剑雀呢也有进化到一阶，那烈剑一呢还要再等等。烈剑一超帅的耶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就是妙妙，我们今天看能不能找个妙妙的团体战，然后把它开图一下，以及我们的小诗诗。那小诗诗的话呢，公母的分配真的是非常的不均匀，对，很难遇到公的。那我现在呢是抓到17只里面呢，我只有遇到一只公的，我算是蛮幸运的。很多人呢遇到很多小诗诗，但是还没有遇到公的。对，那我是有一天早上就突然点开，哎呦，它刚好是公的，我就把它进化成火焰狮了。那它公母的火焰狮这一只呢，公母的样子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公的你看到它的狮就很像我们的战马人特，它的那个鬃毛就很像我们战马人特一样。那母的呢，头发就是比较细长一点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主要就是要去打个喵喵，对，然后把喵喵开图，然后以及我们的球雷姆现在也在复刻在五星的团体战中，然后再打个几场的球雷姆吧。OK，Pokémon，Let's go。好，各位，现在西屯路的福德寺这边呢，有一颗喵喵，对，那这次在卡洛斯地区释放的第一波呢，里面有喵喵，那是出现在一星的团体战。啊，蛮好打的，一个人就可以打了。他这场累积到了三个人，他的 CP 只有375，很好打啦。然后刚刚想要找 Mega 暴雪王的蛋，但是开都不是开他，都开喷火龙。对，还有开什么？开了两次喷火龙，两次都遇到喷火龙。好，是第一场喵喵打完了，超快哎、欸。那这当然是一定会赢凤梨啦。我不知道它升级到，哎，它进化是超能妙妙，那我不知道超能妙妙的糖果需要几颗，17颗球。好，然后超能妙妙有公母哦，超能妙妙是有公母的，直接迎凤梨吧。超能妙妙我比较不担心啊，我比较担心的是暴雪王，如果这阵子不打的话，之后人家要打的话可能会比较少人一点。好，我们第一次就开图，所以啊。希望它糖果不要太多，50颗就可以进化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母的，大家好不好？普普啦 ，OK。好，好，我们再找一下 Mega 的蛋吧，然后顺便看一下能不能多打个几场的喵喵。好，各位，现在维修工人这边有一颗黑蛋要开的，那开的是球雷姆，对。好，我们来打这颗球雷姆吧。然后等一下，风角那边好像两颗的 Mega 蛋，对，虽然不知道会开什么。哇，降低差点倒掉。好，球雷姆。那球雷姆现在复刻，对，所以如果之前也没有看到图鉴的话呢，这次可以趁活动赶快打一打。好，各位，这场球雷姆只有11个人，然后快打完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次高不高。1999这是高吗？好，在抓球雷姆的时候，就是要等他脚离地的那一瞬间丢出去，就可以很容易 S 了。好，这球好像有点慢，他脚踏出去，然后离开的那一步就要丢了。那有时候他如果遇到连续攻击，就很容易被弹掉。哦，这球手圈跑掉 ，nice 而已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这球就抓到了，1999，这次不知道高不高。哦，风好大哦！攻击满的防御石 HPC 不行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等一下 Mega 蛋会出什么吧。在体育馆跟正门有开2颗的 Mega 蛋，对，像可以出个暴雪王。好，
逢甲的体育馆这一颗薛师傅小屋要开 mega 蛋，希望是暴雪王，对，拜托不要再喷火龙了，我今天遇到几次喷火龙了。黑鲁加也可以，黑鲁加也可以。哦，暴雪王，是呀、啊，我打这一场，打这一场，先远距票了，看外面来不及了。好，这是我第一场的 mega 暴雪王，对，希望我相机能够撑住，它就快没电了。啊、哦，这是草兵的 mega。那暴雪王的话，在动画里面，那时候小智为了打他也是苦恼了一阵子。那时候好像还跟忍蛙吵架，对不对？结果后来还是和好了，然后顺利的打赢超级暴雪王。哇，蛮快的，17个人打蛮快的。天哪，风好大，风超大的。好，这场应该可以拿满，顺利拿满80个能量。天啊，这才打几秒而已啊！暴雪王没有 mega 之前长得不好看，但是他 mega 之后超帅。好，第一场的 mega 暴雪王，哦，拿满80个，这个只有32秒而已，超快，17个人打32秒。暴雪王，哒哒，那这个是有设尾的哦。对，我们的斗笠怪已经有开放出设尾了。好，暴雪王。我在说什么？我在乱丢。Excellent， 商店商品可以买到很多宝可梦的商品，这是好不好？暴雪王，我们今天很顺利耶，团体战都用很少的球就打到了。今天呢，我有抓到了不少的呱呱炮蛙，对，总共抓到几只，抓的还不错，有些卖掉了。然后这只不错，这是我今天抓到一只最高的呱呱炮蛙，虽然没有100%，现在100%的呱呱炮蛙大概是附近满满都是人吧。它在动画里面真的太夯了。对，这只还好啦，这只算我抓的蛮高的，然后应该有80几，然后 CP 又蛮高的。对，好，接下来的话就是继续努力的集我们卡洛斯的糖果，然后到时候再来进化吧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 Pokemon Go 超短片结束了，如果想订阅影片的话，就下点喜欢留言。观看更多 Pokemon Go 影片的话，也不要订阅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